你最喜欢的鸡爪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香辣鸡爪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鸡爪冷水下锅，加入去腥三件套。听说多吃对象做的菜会越变越好看哦。加入屏幕上的香料，再来一大把干辣椒。啃着鸡爪，聊着未来，这也是一种幸福吧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